这样很暗呢、欸。来来来，杨千嬅，杨千嬅，起音，起音。行政院怎么啦？院长，院长，院长，哎哎，你这样害我这一段要洗掉，麻烦。空间吃百里啦吼！给红包啊，拆给一举哈，拆给一举。已经给的没关系，说
已经给了，所以比较不好意思。还有亲友的红包，然后生日卡片。还有卡片啊，卡片奶奶看不到，你念给我们听听看。哎，因为这个摸了手会红红的。哦。一个游戏，然后里面有哇，这我拍的照片，那个他拍的，白院长念一下，白院长拍照，白院长的秘书念一下。亲爱的外婆，生日快乐，还有新年快乐。卡片首部的照片呢，是我2008年在南横上的向阳工作站拍的。希望你的心境能保持像这些花儿般灿烂，以及像卡片封面的女孩。文笔不错呢，我今天才知道。我早就知道，我都有看他的文笔。Facebook 写的多好。对呀，大家都有，他是我的粉丝。我看读者文摘上的文章，我有看。从以前那个叫什么？哎，是什么？紫萱的心灵。哦，不然就是这样。不然是谁啊？啊，喂，哦，信源啊，信源，嗯。哦，还有一堆人排队。嗯。新年快乐啊！今年有赚一点钱。去年没有赚钱吗？去年没有赚，比较少一点。继续继续啊，继续，还没完，还没完啊，还没讲完了。讲完了，今年有赚一些钱。回馈一下，再来，我来。我是要给外公跟外婆的，啊，要一起。他交代说要一起分享，这样。今天没多大，要给外公加菜。要给外公吃，哦，要给外公加菜哦。不要一天到晚都吃那个青菜豆腐汤，胆固醇太低了，需要那个三成。我去检查，真的胆固醇够低呢。有可能。表示什么吗？来啊，没有，你已经付的没关系啊，只要表示一下。我先。好，你先。你不要拿错了，不要拿错。你是哪两个？就爷爷奶奶的。好，两个，他准备两个。哦，所以他已经帮他分好了，这样。白院长，白院长，这是白院长的孩子。白院长给的够付。白院长只给1500块，所以你是捞出来那么多，一个是奶奶爷爷的加菜，加菜，那买酒的，啤酒的，买啤酒加菜，来，外婆，我今天早上给你的那个你就留着自己用，因为外公我有另外给他。这样外公就没有狮王的那个了，你把他泄密了。不是啊，你把他泄密了，哎呦！被发现了，这样。谢谢。哇，你发出去又赚了那么多回来，是吧？连外公都赚到你。花了。来来来。